阴阳烛又称 K 线，是技术分析工具的一种。每支阴阳烛代表某一个时段某项资产的最高价、最低价、开市价和收市价。如果时段选择的是一日，每支阴阳烛就是代表一日里面的最高价、最低价、开市价和收市价。视觉上，阴阳烛图比线状图、柱状图清晰，可以提供更多的资讯，深受投资者欢迎。顾名思义，阴阳烛可以分为阳烛和阴烛两种。如果收市价高过开市价，我们称之为阳烛，烛身以空心呈现；如果收市价低于开市价，我们称之为阴烛，烛身以实心呈现。烛身的上下右线叫做影线，上影线代表最高价，下影线代表最低价。阴阳烛的计算周期一般分为日烛图、周烛图、月烛图、年烛图等等。以周烛图为例，是指以周一的开盘价、周五的收盘价、全周最高价和全周最低价来得出的阴阳烛图表。投资者会以日线或者周线来判断行情，而对短线投机者来讲，就会以更短的时间的阴阳烛图表来做判断，例如一分钟阴阳烛、五分钟阴阳烛等等，来去判断交易的时机。阴阳烛的不同形态组合排列，对后市都有不同的启示作用，下集再同大家讲解。